我也说在雾社你们有拍，有调查到，也有，那这个是也是阳明山一个北疆植物的代表，全世界这一属哈最南线就在台湾，好，它从那个西伯利亚这样一路分布下来，好，然后最南在台湾结束这样子，好，这个种，还是黄金。哎，这是黄金属的，哎，但是这种叫尾蕊这样，哎，奇怪的名字。